有爱，所以我们存在。因为你有爱，人生笑开怀。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音乐有爱》节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这位音乐人呢，他在音乐、在歌唱节目当中，还有在戏剧当中呢，演出相当的杰出，出道了20年啊。他得过了2届的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歌手奖，而他所主持的这个歌唱节目呢，也获得了金钟奖这样子的一个殊荣。其实小小的年纪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我们要请到新梅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谈啊，您的这个音乐、戏剧还有这个主持的一些心情。我总觉得你好年轻哦。您讲到小小年纪，我突然震惊了一下，突然觉得我今天应该会过得还蛮开心的。感觉你真的是非常的年轻，真的哦。对，好像在20年当中呢，你都是这样子的一种非常年轻的心情在哦。我觉得心情是没有错，对，因为外表就不要讲，因为被刘海骗了嘛，对。可是我觉得心情很重要，对，只要因为我很久以前其实我不是这么乐观，对，然后是慢慢认识很多的好朋友，我周遭所有的人，然后才让我慢慢改观，那我觉得说人生就是这样啊，所以一样要过日子，倒不如快乐开心的过。是。其实，在去年你得到这个最佳台语歌手奖，这个其实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虽然你已经得过一次了，对，对不对？对，因为去年去年得奖的那张专辑，离上一张专辑其实大概中间隔了有6年的时间。那这6年当中，因为在我的唱片这一个区块是属于空窗期，那我自己本身又非常喜欢唱歌，我觉得没有出唱片对我来说，好像是感觉不到别人肯定我的歌声的那种感受，对，所以在那个空窗期我其实是有点对于唱片这一块我是有点恐慌的，所以我去年得了那个奖，隔了6年发了专辑，得了那个奖，对我来说意义相当的不同。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谈这20年的这个歌唱生涯，是什么样的热情一直支持着你啊？其实不算短的时间呢。对啊，算蛮长的，跟于天大哥来比，大概差了10几年。不过呢，这个我觉得歌唱这件事，我非常非常喜欢唱歌。如果你现在让我选择说主持也好、戏剧也好、歌唱也好，我还是选择歌唱。对，因为唱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我生命中我很热爱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唱歌可以抒发我自己的情绪，然后最重要的是听到我歌声的人，他们告诉我的反应，对，像有些人他可能听了我的歌声他们会哭，听了我的歌声他们会笑，听了我的歌声他们会说曾心美唱歌我好感动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是，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唱歌。你是那种走路就会唱歌的那种人，还是说你其实也非常享受在演唱在舞台上面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你刚刚有讲到跟应该说我的生活跟唱歌离不开耶，因为我是曾经有一次我自己没有发觉，是我一个朋友说为什么你连等电梯都会唱歌，我说我有吗？对，可是别人发现了，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等电梯或者是我在无时无刻可能我闲下来的时候我也会唱歌，那可能 maybe 我没有唱出来，可能我就心里面会一直在想某一首歌或是当下的心情，对，然后很符合一首歌之类的。过我多离别的目屎，每一摆拢期待你会搁再来，用心歌对你讲，我会用心来等待，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时间已经做成你咱的阻碍，想袂过去你的心，敢会使用目屎你心火，望你讲出一句爱，思念你的
心肝，你甘知？明知你对阮无真爱，明知你对阮真亏待，阮犹原踮在情的所在，用真心为你等待又等待。明知你对阮无真爱，明知你对阮真亏待，阮嘛是心甘情愿比你爱，一世人将情世全乎伊。要不要讲讲妈妈？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你，也一直陪着你在音乐这条路上面呢。对，要不要讲讲妈妈对你的这个？妈妈啊，她对我，因为她很喜欢我唱，就是很喜欢听我唱歌。以前小时候就是家里会有那种电脑计分的卡拉 OK， 卡夹式的那一种，她反正就是放下去，哎，来来来，唱歌给我们大家听，这样。因为以前我们是做工厂，对，然后就会唱歌。我妈就无意间有一天，她从来不看报纸，看到报纸，哎，歌唱比赛。好，我找不给他来气跨买，后来就那一次就得了第一名，从此以后就比出我妈的兴趣，不是我的兴趣，是妈妈的兴趣。对，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帮我找歌唱比赛给我比，然后甚至于一直到后来，唱片公司找我上台北来试音，都是妈妈陪在身边。因为上海台北，其实我们那段时间因为环境不是很好，上海台北的时候有时候寄住在表姐家，可是我妈都会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两个人试完音之后是出来流浪，两母女说，哎，我们等一下要干嘛？不知道，哎，我们去坐在那个公车站牌旁边的那个椅子好了。所以其实妈妈这一路上一直到现在，她都不会忘记说她的女儿是她最喜欢听她女儿唱歌，然后她也一直很希望自己的女儿是唱出来的歌声是可以感动人的，所以她不时都会提醒我，给阿姨唱歌有唱了好不？不时都会这样。哇，这真的是很感动。其实妈妈等于是你的第一个歌迷了。是不是这样？是，我妈妈在生前，我妈妈往生，我妈生前她就是每一次我主持节目，她就一定会看。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主持的不是很好，可是妈妈就一定会觉得说，哦，我要想说没关系，反正我还最后一定会剩一个观众，就是我妈妈。而想说，哦，真的是。可是我觉得是一种鼓励耶。对呀，我就觉得是一种鼓励啊，觉得妈妈，我每次回去看我妈妈在看我的节目，就觉得哇，真是好感动，对不对？很感动。因为每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刚开始到
不管你走了几年，人生当中都一定会有一些不顺遂，比如说你今天心情不对，突然你可能主持或者是唱歌的时候会吐槽或怎么样，可是你永远都背后有一个人在鼓励你，然后告诉你说，哎，你唱歌怎么这么好听，你主持的怎么这么好，这样子。甚至于就像你刚刚讲，我真的没有错，所有的人都不看你的电视，不听你的歌，可是就是妈妈会听会看。我知道其实你在成名之后啊，你还是很帮妈妈，妈妈在卖些东西的时候你都会在旁边跟着一起卖。其实我现在结了婚也会耶。你现在还是这样？还是会。你还会到市场去帮妈妈办卖一些东西，卖饰品？真的？对。然后现在又因为多了一个老公，老公就会帮忙，比如说有一些电器方面的东西就是他处理。所以对啊，所以你现在去的话，就是其实是非常享受跟妈妈在一起，这样一起去卖东西。很多人都说啊，你怎么不生小孩？我说我的小孩就是我妈。哦，对，所以我现在照顾她。这个听起来很感人。对啊。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一时的希望，不该执迷就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心羡慕人的爱，爱分外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等。等等等，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袂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拢会疼戆人，相信这摆我无看到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的苦恼，我来陪恁到老。相信天公一定疼戆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给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是世间最美的人，感情无必要打扮，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一时的希望，不该执迷就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心羡慕人的爱，爱分外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等。一天我是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袂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拢会疼戆人，相信这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的苦恼，我来陪恁到老。相信天公相信幸福一定会留给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便是世间最美的人。相信天公拢会疼戆人，相信这摆我无看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苦恼，相信天公一定疼戆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便是世间最美的人。
实我看到新梅的资料，有一项我蛮震惊的，就是你很喜欢潜水，而且潜水不是那种浮潜啊，是那种真正背着氧气筒要下去的那种，到深海里面深潜。哇，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部分？OK， 我是认识我先生之后，我才开始接触潜水，而且那个潜水是真正的深潜到海里面去的那种深潜。对，因为你深潜，你才能够去接触到这一块土地，那你才能够真的去看到海里面的那些景色。那也因为说这样子，所以你才能够，更珍惜。你当下所拥有的，就是我在潜水那当下，你知道我第一次去潜东北角，就是我们台北那东北角，那边有个龙洞，我知道，对，龙洞湾，然后我就潜下去，你看我们在海平面上看，哇，海景好美哦，对，然后尤其遇到夕阳的时候就很漂亮，但是你知道我第一次的时候真的让我吓到，我不知道海里面那么脏哎，哦，海底是吗？海底很脏。为什么？因为一，旁边有太多建设，有很多的灰尘，会让就是你一看，哎，怎么我的身上都好多灰尘哦，拨也拨不掉。然后里面有好多那个什么渔网啊，渔网，对，渔网，因为渔民会捕鱼，然后渔网一旦掉下去的时候，它就直接覆盖在珊瑚上，鱼不小心闯进去，珊瑚也会死掉。但那时候我才想起来说，真的很多人只是看到表面。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提倡环保？我也是因为潜水，我才感觉到环保的重要性。对，海底世界很美，是不是？很美，相当美。你要不要描述一下有多美？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潜水过。OK， 我觉得在台湾最棒的地方是绿岛。对，绿岛，有多美哦？应该是说，打一个比喻，比如说，你们到山上去赏樱花，像之前不是在三四月的时候，大家都啊赏樱，这是陆地上的。可是我们到海里面去赏珊瑚，哦，珊瑚，珊瑚有很多种，就跟树一样，有很多种类，彩色的吗？是，哦，也会开花，然后也有不开花的。然后你要想哦，树上面有小鸟，可是那个珊瑚上面有小豆丁。什么叫小豆丁？就是小海马。小海马，海马大概1公分高，哦，真的吗？对，然后有各式各样的鱼，就像我们在陆地上看各式各样的动物。那你的那个海底的鱼是不是色彩都特别的鲜艳？因为我们的人的眼睛到了海底看，其实颜色是大概是有点偏蓝色。哦，对，它不是彩色，可是因为我们有相机，我有海底相机，我只要一拍一下，你就会知道说那个颜色有多美。尤其是那个热带，就是热带国家，像比如说菲律宾啊、东南亚那一区，他们那种鱼是相当可爱，而且有很多的动物是长得不像鱼，可是它偏偏就是鱼。对，像比如说，你有看过会走路的鱼吗？没有，没有。你有看过会走路的花枝吗？没有，花枝是用喷射的，对不对？对对对。可是它是走路，当它吓到它才会喷射，可它是用须须走路。那你潜水应该会要克服一些心理障碍吧？因为其实因为要潜到蛮深的海底，你必须要有一些训练，然后你背着氧气筒，其实你基本上是凭借着氧气筒才能呼吸嘛。那他那个呼吸的方式是跟在陆地上不太一样，你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些？潜水就跟我们开车一样，一定要考驾照，所以潜水一定也要执照。那呼吸的，对，我有潜水执照。然后因为我先生他是教练，所以他就直接都会教我。然后后来我们就去考，我就去考证照，然后考了之后，就是其实潜水有一个东西是最不能够克服，是呼吸方法。对，因为我们在陆地上用鼻子呼吸，潜水要用嘴巴呼吸。对，你不能用鼻子，你一旦用鼻子呼吸，你不小心会把水灌进去。就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你就像你要学开车，你要学潜水，一定要有人教你。所以一定要有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知识才能。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不会游泳怎么办啊？没有人告诉你潜水要游泳啊。潜水很简单啊，你就是手抱在胸前，然后手不要乱碰，然后你就可以浮在水中，然后想要前进就蛙鞋踢一下，不想前进就这样慢慢浮着，慢慢浮着。哎呀，谁告诉你潜水要游泳？要游泳知识不用，只要懂得怎么呼吸就好了。那你觉得你这样亲近大自然，你觉得你在个性上面呢，是不是有很大的转变？开朗许多。你觉得接近大自然之后，整个人开放很多，然后让自己很开朗。让自己跟大地一样，变得很大。
就整个心境变得很大，可能以前会很在意某一些想法，比如说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者是你做某一些事情你必须都要很小心说，哎，别人怎么看。嗯哼，可是你现在就很简单，就跟着自己的直觉走，因为你的想法是这么样的，开放，这么样的开心，那何不让你自己就放心的去做。所以以前可能会小鼻子小眼睛，现在是大鼻子大眼睛。是是是是，其实就是很谦虚的，但是就是存在在那里这样。对，我觉得你讲对一件事，就是我每次去潜水，或是我每次去看很漂亮的风景，像我之前去赏樱啊，去山上看树啊，我都会先跟他们说谢谢。哦，先跟大自然说谢谢。我说谢谢你们给我有这么美好的景色看，因为你要谢谢他们，他们才会给你有正面的我觉得那个思想是会传递，他们也是活的。对，那个思想才会传递。是 是就好像我曾经有看过一本书，水你要跟他说谢谢，这杯水喝了才会开心。是的是的是的，对不对？它的结晶体才会漂亮。 是就跟大自然一样，我们干嘛不跟他说谢谢，他们这么可爱，让我们踩来踩去耶，让我们可以看那么多美丽的风景。不，我觉得你谈到这一块不管是潜水或者是接近大自然，我发现你整个人变得非常的兴奋，然后你能量很高，所以感觉起来你对这一块有非常大的这个兴趣和热情。蛮希望你在你的音乐专辑里面能够放进去这一块这种环保大自然的这一部分，因为好像台语歌曲里面好像比较少，比较少这一类型的歌曲。对，因为毕竟除非是我们自己制作啦，对，那才会有可能有这一块东西出现。要不然其实唱片公司他们当然还是会希望能够以市场为主要主 key 这样子。对，不过我都会觉得说每一首歌不管是情爱也好，你都可以把它转化成是不一样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听一首歌啊，可能是在讲两个人之间的情爱，可是你可以把它转化成说你是对这片土地跟你周遭的人谁谁谁的一份爱这样。是是是，太好了，我们要非常谢谢新梅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您的一些音乐和精彩的生活。谢谢，希望下次发行专辑的时候再到大爱电视台来接受访问。感恩新梅，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节目时间到，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我们更要感谢的是潘导播，一代电视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音乐有爱，我们下次再聚，感恩新梅，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爱远方，等伊一天，等你回航，看到你手挽着爱的手环，心里有人将伊人。白白想着爱的空房，为你人啊人的情深情重，如今变成一个白头翁。为你人啊人的忧愁花丛，白白想。